朋友，欢迎您再一次观赏《夜来香》。今天是我们《夜来香》第三次的播出了，真的很开心，也很高兴有好多的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回响。每一次节目播出的时候，事实上我就是在台视的导播组观赏的，每一次播出我都接到了好多的电话，谢谢你们的电话，谢谢你们的来信，甚至好多朋友在台视大门口给予我的意见和你们的好多好多珍贵的资料，我们制作单位会珍惜它，并且将它列入我们制作的新的方向，希望我们的节目越做越好，大家都喜欢看。节目的一开始，为您请到的第一位特别来宾，在我个人感觉他是我的好朋友，但是他是一个明星，我丝毫没有明星的架子，那就是亲切、大方、热情、可爱的叶倩文。再度请到你，谢谢。喜欢上你节目，我喜欢听叶倩文的歌，我觉得她的歌甚至好过很多歌星，因为她的表演很自然。所以我想起你第一次我和你谈话的时候，那时候你也是拍第一部电影《一根火柴》，那时候你怯生生的，不像现在那么开放那么大方，给人感觉很舒服。谢谢。听说你在香港拍戏比在台湾的行情还罩得住是吗？没有，
没有。怎么跟你讲话你就有谢谢？没有，嗯，这样的。你的回答怎么那么少嘛？跟你访问很痛苦的。我的国语你也知道，我每次一看到电视那个红灯，我就哒哒哒哒哒。没有。那么听说你的男友也都是要190公分左右，也是比较罩得住。我跟你讲，那个是这种，我很气，最近那个书上这样写啊，我不喜欢他们这样写，他们是看我没有男朋友，然后一直要给我一个男朋友，可是写的不好哎。你觉得不是很好的朋友哦，我懂了。其实你们俩在一起很漂亮，不过两个人都有事业，实在不要去扯到粉红色的新闻比较好，对不对？对呀，啊，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很好啊。对，真的很好。不过呢，我想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议，可能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参考。Okay. 如果你不喜欢书报杂志他们这样子渲染你的桃色新闻的话，有个好主意，以后出去了，外出看电影了，逛街，带他们那些小朋友去。哎，对，他们的话，好主意，好主意啊！这样的话，没有人在写你了，对不对？对呀，啊，那你要有一个小朋友，可是你我要选一个啊。可以啊，那里面好多，我你帮我选一个。现在我们一块来欣赏这些小朋友唱歌的时候，顺便你可以选一个你的小男朋友，这可以吧？okay.